冷吗？我冷啊，冷哦，超冷。大家还好吗？中高很多。但今天我也有穿高跟，我有穿高跟，但对我平常是170，哦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是大家每次看到我第一眼就是说你好高。我觉得张轩就俩看起来超甜的，你知道他昨天是戴着大墨镜穿的 hip hop， 哎，你有看到？昨天的造型真的帅到我，我真的一秒变得不帅。谢谢。谢谢，没有，昨天真的是因为台北最近都没有在出太阳，来到台中看到太阳就是一定好久没有戴墨镜了。墨镜，你是不是享受戴墨镜的感觉？想说拿出来一下子戴一下，对，刚好。算是第一次来台中跨年吗？没有，去年有来过，去年又来力宝，对，所以今年是连续两年可以来力宝。应该没有想到说会这么冷，没想到，因为去年我也是穿短裙，然后但我上面是包的蛮紧的，所以我觉得啊还好，那去年也没有那么冷。今天我来到这边的时候，我觉得今天好像不太行，不太妙。因为我那时候读资料的时候，听说你非常喜欢吃火锅。我真的很想等一下去吃火锅。你喜欢吃火锅？他吃火锅，他特别喜欢吃一种料。什么？什么料？大爆料！快点，萝卜。哎，我是蛮喜欢吃萝卜的。你很喜欢吃萝卜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他很爱你，馋你啊。对啊。对，我真的很爱萝卜。我是不是很专业 ？Very 专业。什么样的萝卜让你觉得特别好吃？白萝卜吗？白片的。白的，然后是大块的，然后已经在那里煮了一阵子了，然后所有的汤都吸收。烂烂的那一种，是不是？哎，不能太烂哦。不能要微烂，然后微硬。大跑健身，对，你那个要拿捏得很好。对，要煮得刚刚好。那锅中没有萝卜吗？有啊，就爸爸妈妈在家里帮我做啊，但是在外面就比较少吃到像台湾的这样的汤底。到台湾可以狂吃萝卜，我是有吃蛮多的。对啊，扎实的火锅控。我超爱，尤其是最近天气变冷了，我就揪 Kimberly 啊、怀特，我们常常去吃火锅，各种麻辣锅啊、鸳鸯锅啊、什么酸菜锅都有。你必吃的前三样除了萝卜之外还有什么 ？OK， 萝卜，然后菇，任何菇类都可以。哦，娃娃菜了！哇，这个好菜！娃娃菜，粉丝朋友请送他娃娃菜。因为下一次粉丝见面会就给送送娃娃菜，太夸张了。然后旁边要准备的锅，然后就是直接丢下去煮，没有啦。那你说你去年也来力宝嘛？对不对？今年来力宝，那人数其实有差别，有这种什么样的心情跟感觉？我觉得真的都 OK， 只要大家是安全进来的，安全回去就 OK。在家里看也是安全的看，我觉得都没有关系。其实今年大家都度过了很多艰难的时刻，全世界都是，所以我觉得今年我们还可以举办这样子的活动，还有人来，有大家在网上还可以看到，已经是很感恩了，已经谢天谢地了。所以我只能说大家一定要安安全全的，然后注意身体，然后尤其是防疫一定要做到最好，然后呢好好的休息。对，这是你今年的愿望还是明年的愿望？今年的，这是每年的愿望。但是每一天的愿望，每一天的愿望，睡到饱。对，睡到饱，明天可以睡到饱了，耶！朱导，你喜欢 firework 吗？Yeah, I like fireworks. Yeah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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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会270度的。Oh my god. 三面都是那个。认真。12点跨年的时候。你可以去买那个自热发热火锅，然后一边吃。对。哎，我真的很喜欢。Seven Eleven不是有吗？有那个海底捞的那个。我很喜欢吃那个。我还没有试过，但我有听说它就是自己开始热。对，就是如果我现在坐在这边，我也可以吃的这样。Oh my god！ 我为什么没有做这件事情？来人呐！来人呐！Oh, hi everybody, my name is Julia Wu and Happy New Year! We're in Taichung right now, so we're having a great time. Have a good time and enjoy the show! Yeah! Yeah. 你这么爱吃火锅，那我们可不可以之后有一集约你去吃火锅？可以啊，做题目可以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会帮你准备很多萝卜。可以，因为我真的很，我现在是比较少上节目，但是只要是有吃的就去了，吃的就是可以吸引到你。我有跟公司说，如果有吃的可以跟我讲，我一定吃货
吗？我是 very 吃货。我跟你说，那你怎么保养你的身材呢？没有，我会去健身了，然后会等大型活动前会稍微注意一下宵夜，但就大概是这样。所以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子就对了。这样子，对，这样子就有点不行。对，可能要会稍微 hold 住一下下。跨年活动还跟好姐妹 Kimberly 一块来活动， yes. 对，那种感觉怎么样？超好的，因为我刚一下台，她看到我就是光着背，马上就拿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很棉的那个什么 blanket 吗？它是一个被子，她从家里带了一个被子过来，对，然后她马上拿给我，然后抱住我，然后给我水喝，所以就是其实跟好朋友来一起来表演，然后一起可以跨年，一起做这件事情，真的是很开心。OK， 好，那最后跟我们网友们说声新年快乐，以及新年新愿望，好不好 ？Yes， 新年快乐，米娜莎 ，Happy New Year， 新年新愿望了，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的，然后我们。Can get through this together， 我们一起做好防疫的每一步。Okay. 对，一定要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我们那我们可以自拍一下吗？还没有自拍一下，那我们每一组没时间。好，最后30秒。完了，后面再吹了，好了，一、二、三。跨年 Go 超大咖降临开唱，萧敬腾、顽童、安心亚连续2天双演唱会嗨翻天，最有趣的幕后互动都在中天娱乐频道，打开 YouTube 搜寻中天娱乐频道，按赞订阅加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，精彩新闻不漏接。